请问特首，您对中资企业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方面有什么样的期望？谢谢。谢谢。大嫂，首先非常感谢谭议员给我第一次在立法会讲普通话的机会，我尽量吧，你就近一下啊，听不懂的你说哈、啊，我们再交流一下。我对中资企业呢在建港方面的期望是很高的。我觉得中资企业呢都可以发挥大量的力量，包括呢在基金方面，包括呢在网络方面，包括呢在人才方面，包括呢在资源方面。所以在文化艺术推展方面呢，当然我觉得中资企业呢是很有作为的。那么我也希望。